Den Ongong Exusia。他的圣名，我们奋勇无惧。赞颂圣光的荣耀。还记得那些声音吗，伊纳瑞斯？那些受诅咒者的声音。多说无益，现身吧。啊，英勇的战士回来了，而且还充满了决心，不再是被我抛弃的迷途羔羊了。你娶了我。伊纳瑞斯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回到天堂，我该有的位置。所以你才处心积虑消灭我们创造的一切？圣修亚瑞根本不该存在。那我们儿子呢？我做了了断，好让天堂满意。告诉我，他们觉得满意了吗？没有，他们
不要你了。不对，我们做的决定，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原谅。无论你再怎么样自欺欺人，无论你牺牲了谁，不回应，就是他们的判决。可是我都做出了了断，你们还要我怎么做？告诉我，拜托，告诉我。天堂早就已经拒绝了你。天堂啊，救救我！不，你只配下地狱。怎么了，蒂里斯？他扯下了伊纳瑞斯的翅膀，像玩弄猎物那样。他想先折磨这个天使，再把他杀死。难道预言是错的？圣光之魔刺穿憎恨之心？那可不一定。蒂里斯也受伤了。如果他受伤了，那就是把他关进灵魂石的大好机会。我们不能停下脚步。他已经走了。那现在呢？我有个想法。我会准备好木芒之眼。木芒之眼什么意思？要找到莉莉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木芒之眼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知道上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使用木芒之眼的后果。你们有更好的主意吗？有吗？我想也是。
多难，你在流血。我没事，但罗拉斯是对的，木芒之夜是我们仅有的优势，也是找到莉莉丝的唯一办法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我带太多东西了。还能继续使用。就这样了。拆了，在哪里？你被困在自己的心灵里，我可以永远把你关在这里，但我会给你不同的选择。你会是圣修亚瑞最伟大的保护者，是看你愿不愿意。
和恐惧全都会留在我的心里。我赐予人类自由意志，然而他们缺乏看守者的引领，迷失了方向。他们涌入伪装成神殿的剧场，聆听虚假的救世主讲述善与恶的童话故事。可耻！天父他给了你们道路，给了救赎，但是你们却一再背离正确的方向。人们屈服于眼前的景象，绝望的相信生活可以如此简单，透过孩童的眼睛看世界。但你知道，这些都赫拉迪姆知道真相。这个他们只是知识的守护者，他们做不到你能做的事。这里好黑，我已经认罪忏悔了，你觉得还来得及吗？我的儿子比赫拉迪姆更聪明，但他也不适合担任看守者。他的预言本该是警告，但他没有用来让圣修亚瑞团结，而是任由圣修亚瑞陷入混乱。伊纳瑞斯、伊莱亚斯、罗拉斯，他们渴望在预言中找到自己的意义，对预言真正的本质却视而不见。我们沦为永恒之战的战犯，天使与恶魔的棋子，这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命运。我们必须为生存而战。这样想真像是人类做的事，或者说是你们这些人类承袭了这种自大。创世圣母啊，请拯救我们。伊莱亚斯认为我可以拯救圣修亚瑞，但是他错了。会有一个人类出现，他会带走拯救。就是你。我不是什么救世主，真正的领袖不会这样想。但看看你的过往，
人们在你身上看到希望。你犯的唯一错误，就是把愤怒都用来对付我，而不是用在真正的敌人身上。憎恨、毁灭和恐惧都是永恒的，我们永远都需要和他们对抗，但我们可以扭转永恒之战的歧视。一切就从这里开始，从墨菲斯托的毁灭开始，而你会领导即将到来的大战。牵起我的手，为圣修亚瑞而战。我会一直待在暗处，我绝对不会牵你的手。那么，这就会是你的未来。山里的洞穴，墨菲斯托就是在这里找到我的。别害怕，我是来帮你脱困。你为什么一直帮我？看看我们的处境。我在凄凉的小山洞救你，是因为你能终结莉莉丝，这是我的唯一要求。没必要说谎，总有一天我们会互相敌对，但无论你愿不愿意，现在我们需要合作才能打败他。看着我的眼睛。前方路途艰辛，我的祝福会指引你。我好像感觉到你在附近徘徊，菲斯托也不追随我。你真的有这么蠢？看来我很快就会知道你不是你。回答我。Yeah!
需要更多时间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准备好，我赌上性命却徒劳无功，所以注定了为什么下定决心。这就是你还没说话的原因，你就不能故意的助纣，又把你埋在里面，求死不能。接受它，释放自己。
不准把我埋在这鬼地方，你这臭老头。哼，老头子可没力气拖你出地狱。把手拿开，让我看看。我都多少年没被你指挥了，罗拉斯，现在更没道理听你的。你应该来找我，而不是教会。当时我会帮你，替你分担。我知道，说不定斯克斯格伦就不会变成那样。幽灵也是。我做得够吗？他会相信我尽力了。够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多难的事，我很遗憾。你在木芒之眼里看到了什么？莉莉丝想困住我。在那之前，我看到她穿越一片熊熊火海，越过火海，就是她父亲的领地。我们来不及了。我们不能放弃，灵魂石在我们手上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死了，就由你来结束这一切。你总是能冷静地面对一切，这点我做不到。相信你的直觉，我们是靠它才能走到这一步的。他付出了一切，他的家，他儿子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你们回来了，很好。他在说什么？这个恶魔帮助我逃离莉莉丝。不对，我在书上读过，这是墨菲斯托。你竟然相信大罪魔王？这跟相不相信无关，而是最理性的选择。你也该如此。要是莉莉丝夺走我的魂魄，圣修亚瑞就完了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没有条件，只是单纯提供协助。这道门通往憎恨大教堂，别再耽搁，莉莉丝就快到了。
斯还早，但他也快到了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可以设下埋伏，我引开他的注意力，你去把他困在灵魂石里。没错，这是明智的计谋。你可以把灵魂石交给我，我保证莉莉丝不会再打扰你们的世界。你回家，我留在地狱，一切照旧。